看他们往哪跑，没事的。 嗨， 大汉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商量。很简单，留下箱子，滚回老家去。我们是去罗布泊考察的科学家，我们这些箱子里头都是些考察用的物资和仪器，没有什么财宝。别再装了，你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，从沙先生那里收购莫高窟的藏品，然后到西洋牟利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 不要逼我们杀人！来，如果在边上看到你们，我们是铁门镇守使范将军部下，有人告发沙蝎子匪帮。 打劫外国科考队，所以我们特地来此缉拿。长官，我们并非土匪，这些洋人走私莫高窟的文物被我们截住，这箱里全是赃物。长官，我们是前往罗布泊科考的科学家，我们有归国给我们颁发的科考通行证，你看。不必看了，我们将军最痛恨别人走私的行为。如果你们真的是走私我们的文物，就算你们有中央政府的通行证，那也没用。 开箱检查！长官，长官，你看，长官，这是我们的科考仪器，你看，什么乱七八糟东西？长官，都是一些破石头。念念念。 那不是破石头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看到，长官，他们不但想抢劫钱财，他们还想杀人灭口。你看，他对我们的人，我将要求我们大使馆对你们的外交总长提出严正的交涉。全部拿下！ 对不起了，你们可以放心走了。这些匪徒，我们一定会严惩。谢谢，大哥，走吧。别急，会解释清楚的。长官，我们上外国人当了。是啊，长官。范将军有令，沙蝎子匪帮作恶多端，一经抓获，就地正法。 沙老大，你真是了时入甚。我早就怀疑这帮子家伙图谋不轨，总算把他们引诱出来，全部给做了。想跟我沙蝎子斗，不是找死吗？沙老大，等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希望那个宝贝已经到手。你要知道。 这里的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比不上它的价值。哎爷，您来了啊，慢点啊，爷里面请。 先吃点什么？捡店里最好的来几样。好，记者。
酒里千万别掺水。好，多余的就算赏你了。谢谢爷，爷您放心，马上来。爷，您的箱子。哎哎。我听说，镇守使大人要亲自出席公审大会呢。这些家伙胆大包天，的确应该严惩。这老祖宗的东西怎么能卖给外国人啊？这么多年总算是盼来了一个好官，听说他又清廉又严明，而且治军有方，大伙都叫苦称赞呢。客官来了，酱牛肉、烧鸡，您的酒，您慢用。嗯，小二。麻烦您帮我找一家镇上最好的客栈。本镇最好的客栈就属如意客栈了。行了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薛先生，请请请请，您请。待会儿啊，找个人打点水，让他洗个热水澡。这被褥也是今天刚换的。您看，肖先生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没事了，那好，那你就歇着。站住！又是那个臭婆娘！别逃了，赶紧归案吧。你凭什么抓我？我们已经盯你好几天了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想抵赖吗？说，沙蝎子的老巢在哪儿？沙蝎子三毛之王，我连见都没见过他。那你们怎么交货？我每次都要先找到赵二。肖老板，有个事儿想打扰您一下。肖老板，有个朋友想拜见您一下。我在贵地好像没有朋友。是这样的，我昨天呀在醉仙阁吃饭，刚好看到您贵气逼人，特地来拜会一下。赵二呀，是咱镇上有名的地头熟啊，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尽管吩咐。说吧。啊，那个啊，俺兄弟啊，前两天在地里干活，这锄头啊，铲得比平时深了一点，没想到竟然挖出一裹得严严实实的坛子。哎，把这坛子打开一看呀，这里边有一物件，听说您从京城来，想请您帮忙给看一下。就是这个，您给长长眼。什么价？20块大洋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这块破骨头拿回去粘好了，重新找口肥猪下笼子吧。我岂有此理！你说你不买也就罢了，你干嘛要把这东西摔断？我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即使没完，你给我等着瞧，你给我等着！讲话，诸位，我中华乃是有着悠久5000年文明之古国，人杰地灵，贤才辈出，先生大哲与日月同辉，名流高士灿若星河，他们的威严大义和经典珍藏
啊，是留给我们无以伦比的文化瑰宝。现在民国楚建百废待兴，就在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建设国家的时候，却有些不法之徒不思报效国家，居然将藏经洞的文物卖给了外国人。子孙如此不孝，令人痛心疾首。我范某身为一方长官，虽不才， 却始终牢记临门中公当年的教诲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去避之。这两句诗始终铭记在范某的心中。范某早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，不管这些不法之徒是些什么人，我们都严惩不贷，绝不轻饶。跪下！ 姓肖的，你也太张狂了！把他给我带走，给我狠狠的揍！ 你那些兄弟呢？我看你还是有点能耐，但是想挣钱，光靠行骗不行，拿真东西来。您看看这个，保准是真的。 刀刀见泥，而且是浮雕，北宋耀州瓷。看来，小爷您，对这瓶还算满意。不满意，价值太低，运输不便。这不是，放这儿吧，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 谢小爷，谢小爷。这儿，肖老板，怎么样？这货不方便带，能不能请您跟我去个地方？好。 肖老板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就是我舅，那可是咱铁门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哎呀，敌人文炳烈，啊，招而不动，事得罪你了，我这给您道歉了。哪里，不打不相识吗？
哎呀，劳您大驾，到这么远来看这批货，实在是风声太紧，不得不小心啊。干咱们这行的，理应如此。好，看货吧。肖老板，不知是这批货能不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啊？的确是莫高窟真迹。开价，一口价，2000块大洋。肖老板，我这个价钱已经是最公道的了。这批货要是出不了铁门的话，这不成问题。铁门地价包在我身上。铁门出了东门，就麻烦您自己通关了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这是定金，剩下的钱等货出了铁门，全部付清。好功夫，不过我保证，你要是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把你的腿打断。肖震，30岁，京城古玩老字号七宝斋少东家。说，你来铁门干什么？我去新疆，路过贵地。赵二是不是带你见沙蝎子了？沙蝎子大名鼎鼎，谁人不知啊？但是我没见过他。这是什么？你们还翻我的房间？你一来我们就盯上你了。如果这也算罪证的话，那未免太牵强了吧。没关系，我手头上有许多查缴的藏经洞文物，随便拿上几件放到你的房间，再找上几个证人，你想象一下，你能在大牢里待上几年？你们这叫栽赃陷害。说，你们到底有什么交易？哼，好，那就给你点苦头尝尝。上。你还不打算说吗？今天赵二带我去见了一个叫文炳烈的人。文炳烈？沙蝎子的狗头军师，你和他见面干什么？他说手里面有一笔土货，过2天我们交易。我只能帮你抓到他，但是我真的没见过沙蝎子。如果能抓住文炳烈也行，但是我警告你，不许耍花样。我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吗？但是沙蝎子手段毒辣，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是出卖他的人。怎么才能让他不怀疑你？我自有办法，但是希望你配合。小爷，我舅啊，让我跟您说一声，这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儿一早就在城外西边有一骆驼圈，在那儿见面，啊，好，不见不散。哎呦，谢小爷，不见不散。二二，
肖老板，来，慢点。你舅呢？啊，他才一会儿过来。你的脸怎么搞的？嗯，没事，昨晚不小心摔一跤。啊，咱先进里边等会儿吧。啊。脸怎么了？没事，磕门槛上了。肖老板，文先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把附近都检查了一遍，让您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货呢？来，这两天趁天黑，把货全藏这儿了。鼎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找啊！走。现在人赃俱获，给我抓起来！快走！快走！大松，赶紧！追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？你还怀疑我？他们怎么知道交货地点呢？文先生，你要是想黑吃黑的话，恐怕找错对象了。肖老板，莫怪你会怀疑我了，这事儿确实有蹊跷。我说话算数，铁门之内出的事儿都算我的，我会给你给个交代的。那个女的是什么人？她叫苏彦君，是本站镇守使，为了打击文物走私，设了一个缉私站，她是头目之一。不少人在他手里了，官府的人，没错。这下麻烦了。苏大小姐，我知道你很能干，一直以来，我对你的工作还算满意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是你的上司。我希望你以后行动之前能通知我一声。是。赵二脸上的伤不像是门槛磕的。这事要真跟赵二有关，你的损失我赔了。算了，干我们这行的哪有不失手的时候，你就别太在意了。肖老板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要去新疆，北庭遗址发现了一座千佛洞，我去那儿碰碰运气。肖老板，请留步。要是我把你的损失都赔了，你能翻本吗？何止翻本，咱们这行有句话叫三年不开壶，开壶吃三年。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的损失我赔了。哎，算了，我可不想再跟这儿冒险了。肖老板，您别误会，鄙人也是想让你的损失少一点。再者说，不能为这事儿，让我们谢老大十年的威风扫了地呀！谢老大，没错，谢老大才是真正的大老板，他从不亲自出面，所有的生意啊，都是我替他打理的。你说的可是大海道上纵横十余年、威名赫赫、人称沙漠之王的沙蝎子？没错。好。我跟你走一趟。
谢老大不愿意见我。哎呀，刚才去啊，好好把我责备了一顿，怪我太大意了。谢老大从来不让外人到这儿来，他办事一向很小心的。也对，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嘛。哎，谢老大对这个事儿特别怀疑，他决定自己去调查。这两天都不在。哦，对了，你把枪交出来。 这是老大走的时候特意交代的。好，来喝酒。来来，上我的手了，来来来来，压我的手，来来压压我的手，来来。哎，下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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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坎坎嘞。他的爷爷是咋嘞呀？为人要为个好人。肖老板，感觉怎么样？别的尚可忍受，就是没法洗澡。这个地方水比油都金贵，要拉水得用骆驼到六十以外。才有水。我真佩服你们能长年累月的在这个地方生活，要不是为了见谢老大，我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一对鸭子啊，空中飞哟，可问妹妹你看上谁呀？可妹嘞没想哥哟，哥快抱妹妹呀回家睡。兄弟们也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平时谢老大不让喝酒，怕耽误事儿。哎呦，马杆。文大哥，这个火鸡是我从乌罗巴州的奥地利国买的，你要是喜欢，送给你了。算了，我们这样的人拿上也不像样，你自个儿留着吧，是吧？老马杆，老马杆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也领你去什么奥什么巴什么利州，啊，给你娶一房洋媳妇儿。
兄弟啊，看什么呢？这大沙漠千百年来无数人走过，我在想如果沙漠有灵性，看着我们这些人为了名利匆匆忙忙，肯定会觉得特别可笑。是啊，有的时候我一个人面对这个沙海，也有跟你一样的感慨。这个大海道是古丝绸之路重要的一段，千百年来有无数的英雄满怀豪情从这儿奔赴西域，百战穿甲，马革裹尸，无非是想建一番不朽的功业。文大哥，我听你说话不像是作废的。家父也是咸丰年间的举人，小的时候我也读过圣贤书，是指望我光大家业呢，没想到干这行。哎呀，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啊。哎，西辽大回来了，他要见你。大哥，肖老板来了。吼吼，肖兄弟，西老大，幸会幸会，来，请坐请坐。坐坐。久仰大名，今日相见不胜荣幸。兄弟，来，咱们初次见面也给你压压惊。请请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你赔的那些钱我全给你包了。啊，在江湖上屹立不倒就是我沙老大了。为什么？讲义气。谢老大，此行能够见到您已经是我最大的荣幸了。不必多说，让肖老弟多等几天，是因为我有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失手。那您现在查清楚了？来啊，把赵二带上来。哦，救他！救他！饶命！饶命！我救！救命！饶命！我救！救命！当着肖先生和你舅舅的面，你把事情再说一遍。那几天，飞腿突然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他到敦煌采货去了，没想到是被那个女人给抓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给肖老板消过口气后回去，半路上就给他们抓了。就踩我了，那你他妈就全招了。老邱，我出卖您，我猪狗不如。可是，你不知道那个女人她有多狠呀，人家是铁打的金刚，她也得开口。她给你什么好处了？答应我事后。事后什么了？就是叶老大给抓住后，不但放我一马。还给我500块大洋安家立命，他还说，要把谢老大变成一只给死蝎子。不，住嘴！李烈，赵二，你怕那个女的，就不怕我们的帮规吗？行了，饶命，饶命！老邱，你快帮我求求情啊！大哥，赵二是犯了大错了。可是这么，谁也不许求情，带出去！饶命！救！救救我！救！救救我！我不敢了！饶命！我不敢了！大哥，你看赵二……别说了，这个臭女人既然不给面子，干脆就把她做了。谢老大，做咱们这行。只为求财，何必招惹官府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就是你不来，早晚我要跟他们干一仗。赵二不是在那个女人手里吗？怎么会被谢老大弄回来？说句实话，徐老大的很多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
现在能救你的，只有姓苏的那个女人。去镇上找她，一步不要离开。是，小爷，我谢谢你。行，我帮你找匹马。来，带点东西。那是多危险的事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我也不忍心看他当我面死啊。我知道你的心很软，可你忘了以前别人是怎么对付你的。我知道，当初没有大哥替我撑腰，我家仇报不了，我这条小命很早就交代了。算了算了，原来真正的上品都在这儿呢，我全都要了。那不成，这些货已经有买家都预定了。你给出个价。两万大洋。两万？小兄弟，你再等几天，等买家来了，我再跟他商量商量。我们还是要住我们以前住的那最好的房间。哎呀，杜尔斯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，那间房子已经有人住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也是我们店的贵客呀。不信，让他马上走。嗨，谢老大，我已经回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杜尔斯先生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一路上，你还顺利吧？多谢老大的福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看你满面春风的样子，这次一定赚了不少吧？还可以吧，距离上次已经两个月了，想必谢老大又攒了不少好东西。我很想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是经书。经书？哦，经书好东西，这个我可以拿走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多少先生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我兄弟们都说，我把东西都贱卖给你了，
这些货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干的，大头可都让你给挣了。不能那么说，我们千里迢迢冒那么大风险，当然我们要多挣一点了。我们也是提着脑袋在干。谢老大，我们有约在先，你可不能反悔。不是反悔，只是给兄弟们一个交代。其实呢，找我的买家很多，我不愁卖不出去，只是你给的价钱实在是太低了。我可以考虑你的要求，但是这批货你一定要给我留着。对了，那件宝贝到手了吗？还没有，再等几天吧。肖老板，谢老大，已经跟买家谈好了，他不同意转让。就是那个洋鬼子，没错，多尔斯可是我们的老主顾了。如果谢老大能够说服洋人转让这批货，我愿意再多加5000大洋。真的？当然。我怎么敢跟谢老大开玩笑？肖老板，这可是一批不小的生意哦。明白，按规矩先付定金。但是，钱被我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我必须亲自取出。那没问题，我派两个兄弟跟着你。不用，人多反而眼杂，给我一把枪就行。快出去！嗯，二六婶，你就是杜尔斯？你找我？我不认识你。我是做古董生意的，前段时间跟谢老大谈了一笔买卖，可是听说有人从中作梗，所以特来拜访一下。哼，怪不得傻蝎子他要反悔，原来是你在捣鬼。如果你肯放手，我白送你2000大洋。要是我不放手呢？那你就别打算完整的离开铁门。好大的口气！来，教训他！走！我不想把事情搞大，聪明的话，尽快离开铁门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温大哥，这10000块汇票由英国汇丰银行开出，随时可以兑现。洋鬼子那边还没谈妥，你先收起来吧。洋鬼子肯定不会再找麻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去取银票的时候，顺便教训了他们一顿。杜尔斯答应马上离开铁门。我看这事儿啊，没这么简单。这小子胆子可真大，看来他还真想做成这笔生意。没错。我也是怕杜尔斯找麻烦，所以暂时没敢收他的定金。杜尔斯很难缠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我要见你们老大，杜先生，我要见你们老大。老大，明天阿飞要见，来了。哦，杜尔斯先生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，坐。傻蝎子，
中国有句古话叫道义有道，我一向以为你是个很受信用的好汉，没想到你竟然背着我跟其他的人做生意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除了你我就不能和别人做生意了吗？何况你给的价格这么低，一直把我当傻瓜是吧？傻蝎子，我们有约在先，你必须把这笔生意完成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客气。岂有此理，你在跟谁说话这么嚣张？莫非你想杀了我吗？我手下的人都知道我来找你了，我要是死在了天门镇，只怕你们北洋政府也担待不起。哼！多尔先生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可是这批货你给的价格确实很低，弟兄们都不乐意呀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再跟他们商量商量。三天之后，你要是再拖延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还有，我一文钱也不会给你加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三天以后，老地方见。只许你带一个人。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们全部做了。反正以后也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了。可是他们都在镇上，不好下手啊。我倒有个一石二鸟的办法，顺便把那个姓苏的女人一起做掉。姓肖那小子还得考验他一下，在行动之前让他交个投名状来。投名状？难道让我去杀人？没错。可是这大漠里面连个鬼影都没有。这正是谢老大的一石二鸟之计，他要利用多尔斯把那女人给引出来，让你亲手杀了他，也替他出口恶气。哎，明天和多尔斯交易，那个姓苏的女人一定会来的。你和肖老板带帮兄弟埋伏在六道湾，把多尔斯放过来，由我来对付，你们截住那个女人。大哥，那个女人她要不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她一定会来的。不要紧张，那是杀老大的人，跟他走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沙老大，我真没有想到你很讲信用，我只是开玩笑说叫你带一个人，你看你果然当真。多尔先生说的话我能不听吗？请言话吧。
么样？可以付钱了吧？你笑什么？沙老大，你真以为我要给你付钱吗？你想黑吃黑？反正是最后一笔交易，我吃了你又能怎么样？嗯，那你不怕我报复你？所以我现在就要把你干掉，以免留下后患。我带来的所有的钱都可以给你，谢谢。你的钱我会照单收下的。现在你知道谁是沙漠之王了吧？是你。还有一件宝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力拿？什么宝贝？真的？哼！我沙蝎子说话什么时候骗过人？那我得要看看。啊，现在不在我手里，只要。你出得起价，就马上成交。洋鬼子给我出2万，我没给他。我出3万，老规矩，先付3成定金。嗯，好，成交。但是呀，我得先到镇上，把银票给取出来。嗯。
你昨天不是已经拿回来了吗？你觉得我会把所有的银票都随身带着吗？哼，佩服，佩服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敢回来！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专程找你的。找我？我们有约在先，你帮我抓住文明烈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可是为什么你要救他逃走？我叫文明烈，我怎么能混进沙蝎子的老巢？你为什么要混进沙蝎子的老巢？我此行的目的就是除掉沙蝎子。你要除掉沙蝎子？对。为什么？莫高窟文物蕴含着巨额利益，但是几乎被沙蝎子一个人垄断。这些文物通过亚欧误入流入西洋，使我们损失了巨额的利益。你们？就是包括七宝斋在内的京城几大古玩商号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帮我除掉沙蝎子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啊。怎么才能除掉沙蝎子？过两天，我跟沙蝎子有交易，我会通知你交货地点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问你：赵二不是在你手里吗？为什么会被沙蝎子抓回去？说来这件事儿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当时我们准备把赵二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可是，在半路上，却被人伏击，不但赵二被劫走，我还死了两个手下。你的人里面有内奸，这次行动一定要带可靠的手下。谢老大，这是定金。好，三天后咱们交货。好啊。好小子，我差点让你给骗了。谢老大何出此言？你知不知道，苏延军是我们的人，他故意跟我作对，就是让你们都相信他，好一个个自投罗网。怪不得你不让我杀他。那您打算怎么对付我？哼，跟我作对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你能放我一马，作为交换，我会把这笔生意继续做下去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说，剩下的银票呢？藏起来了。昨天就是故意让你看见的。邢老大，他肯定把银票藏在附近了，我们去找。笨蛋，这么大地方到哪儿去找？是。
我一会儿跟他说。 真的打算什么都不说吗？林四之前，我有句话想对你说。你和沙蝎子不是一路人。我真的佩服你是条好汉，实在不忍心他们糟蹋你。我送你上路吧。沙大叔，不能让他死。 把他给我挖出来！我觉得挖出来。 不出我所料，你果然要背叛我。我怎么跟你说的，你心里都清楚。文大哥，连累你了。没想到，对我也下此狠手。 叫沙蝎子了，在这大漠之中，只有你和我才能生存。老大，肖先生要见你。 条件，放了文大哥。可以。到底在哪儿？ 就是这儿，你确定？当然。弟兄们，挖！老大，继续挖！奶奶的！ 不说银票吗？这么重啊，说不定啊还进条呢。门，投降！来，下，上！
兄弟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是七宝寨的少东家，这次来就是奉命除掉沙蝎子。哎呀，咱们得尽快离开铁门镇。就算离开铁门，你觉得沙蝎子会放过我们吗？沙蝎子这个人睚眦必报，肯定不会。与其东躲西藏，不如跟他决一生死。就咱们俩，找帮手。谁呀？苏彦君。你疯了？这个娘们儿出卖你，你还去找她吗？本来我也差点相信了沙蝎子的话，可是这两天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凭你对沙蝎子的了解，他有没有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内心的名字说出来？可是你去找苏彦君，第二天他就知道了，这怎么解释？这件事情另有蹊跷，我一定会查出来。萧的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为什么我一回去沙蝎子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？要不是文兄相救，我早被活活晒死了。我怎么知道？也许是你们自己不小心泄露的。这件事儿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？我对谁都没有说过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你是专门来兴师问罪的？我们是来找你帮忙的，我们要跟沙蝎子决一死战。找我帮忙？你跟这个土匪一道，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个圈套？好，你们俩带路，我立即召集人手，直攻匪巢。我们俩逃走，他一定会转移老巢。那怎么办？咱们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该出发了。你们快过来，我带你们见过范将军。戴罪草民文炳烈，拜见镇守使大人。范将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沙蝎子的前军师文炳烈，他对土匪内部情况非常了解，负责为我们带路。你能够迷途知返，弃暗投明，可谓为时未晚。只要这次能够消灭沙蝎子，我许你将功抵罪。大人，沙蝎子的手下不是被逼就是被骗，没有大恶，望大人法外开恩，明察秋毫。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，我会区别对待。草民这里替兄弟们谢过大人。你就是萧镇？萧镇参见镇守使大人。这次是多亏了你啊，才有今天的大好形势。你孤胆深入匪穴，勇气堪称可嘉。大人，在下跟沙蝎子有私怨，本意并非除暴安良，不敢当大人赞誉。你倒是畅快。报告，队伍已经集合完毕，请将军训话。这是我的特别行动队长
吴永谋，他跟随我多年，骁勇善战，是我的得力干将。将军，您过奖了。我担心情报泄露，你们中间一定有内奸。您放心吧，这一点我们早已经想过了。镇守使大人特意选择在半夜紧急出动，就算是有内奸，他也来不及通风报信。悍匪杀蝎子，祸害一方。范某自上任以来，无一日不想除此恶寇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你们要不畏艰难险阻，不怕流血牺牲，为民除害。是。咱们又何苦给他卖命呢？往前放下！镇守使大人答应过咱们，从宽处理。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呐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既然文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还打什么？放下枪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们好几个弟兄都被他们打死了，再打下去都得死。听话！镇守使大人有令，杀蝎子匪帮罪大恶极，一经抓获，格杀勿论。不，大人，镇守使大人说好的要区别对待的呀！滚开！镇守使大人饶了你的性命，已经是对你宽容，你还帮他们求情？文先生。原来你在帮他们一起骗我们呢，吴队长，他们已经投降了，我们总不能言而无信。你这样就不怕损害镇守使大人的声誉吗？等你当了队长再来做决定，现在我负责。
让开！文炳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各位，文某不麻烦大家了。翅膀也别想活着命。现在你知道谁是沙漠之王了吧？我只有看着你死，我才放心。纵横大漠20几年，每一个地方我都了如指掌，还敢跟我斗？对不起，小老板，小老板，啊，小老板，我付了双倍的工钱，连夜让人给你看吃的，谢谢。别介，若非萧爷求情，我这小店早就被人查封了。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啊，苏探长一会儿派人来接我，麻烦你在门口迎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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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行，小爷，那我先走。肖先生，苏探长，里边请。请。今天我叔叔要请你吃饭。叔叔。啊。这不是镇守使大人吗？正是范某。我这个侄女啊，自幼好胜，怕别人说闲话，才隐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暂时随了母姓。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呀，才铲除了沙蝎子，为铁门百姓立了一大功，我这谢谢你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只可惜武队长因公殉职，在下非常遗憾。是啊，他跟随我多年，我也很痛心。不过军人嘛，麻革裹尸战死沙场，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归宿啊。是。叔叔，我们还是里边谈吧。里面请。请。您二位慢用。叔叔，我要先走一步。哎，燕珏，
吃完饭再走吗？这不行，一会儿我还要值班呢。肖先生，告辞。苏探长走好。肖先生，坐。我这个侄女啊，一心只有工作。请，请。大人，我在京城里面也认识不少官宦人家，莫说是将军，就是团长、营长，哪个不是财大气粗？平日里都拿鱼翅、鲍鱼当饭吃，从没见过像您这么简朴的。民国始建，万事艰辛呐，我辈当勤勤勉勉，艰苦创业，只可叹这一事未尽，这奢侈之风已起。中央财政是捉襟见肘，四处向国外借款，士兵风餐露宿，连正常的军饷都拿不上。那些老爷大人们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凡某一己之力，已难以扭转社会风气。但求从简去奢，做到问心无愧罢了。大人啊，您心忧天下，以身作则，这杯酒我敬您。请。肖先生是做文物生意的吧？对，做这行可最容易入邪道，还望肖先生能够洁身自好啊。大人放心，我做生意一向是干干净净。好。这是我收藏的几件心爱之物，闲暇的时候把玩欣赏，也可以神游千古，物我两忘，陶冶心情。不错不错。报告。大人，您公务繁忙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哦，肖先生，闲暇的时候上来坐坐。一定。大人，肖先生，你忘什么东西了吗？大人，刚才我对你说谎了。做我们这行的，如果都规规矩矩，恐怕早就饿死了。说实话，莫高窟文物蕴含着巨大的利益，此行我就是专程为他而来。难道你想让我包庇你不成？大人位高权重，如果能得您庇护，这大海道上的生意就全归我了。当然，我也一定会让您满意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收买我！来人！大人，我知道一些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，您就不怕我说出去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一点。你跟我来。沙蝎子曾经把苏探长诱到沙漠深处伏击，可关键时候却突然住手，这自然是有人不允许他这样做。沙蝎子能够从民间收购的大多数是普通文物，可是他手里面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莫高窟精品，给他供货的人显然不简单。你继续说。这大海道上做莫高窟文物的不止沙蝎子一家，可别人纷纷被抓，只有沙蝎子一直安然无事，这定是有人暗中助他独家做大，
难道你怀疑我？当我知道苏小姐是您的侄女儿的时候，我就终于明白沙蝎子为什么不杀她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为什么要剿灭沙蝎子？因为你没有想到我和文炳烈能够逃出来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，所以你必须干掉沙蝎子灭口。仅凭你的推测，你就敢诬陷我？这是您告诉我的。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我有一只心爱的火鸡，曾经被沙蝎子搜走，可是又在您这儿看见了。这只火鸡从欧洲购得，声音非常独特。沙蝎子说，这是杜尔斯从西方购得。原来是骗我。大人，我把话挑明了，其实是想跟您合作。我自讲武堂毕业，立志要报效国家。然而，从清朝到民国这20多年来，上至中枢，下至地方，政治腐败令我心灰意冷。我不得不想各种办法筹集金饷，以维持正常的开支。大人，您的难处我非常理解。那些文物能干什么？无非是有钱人手里的玩物。相比之下，镇守边疆要重要百倍。您放心，您从我这儿筹来的军饷，一定比从沙蝎子那儿筹来的要多得多。你直说好了。我和沙蝎子做了一笔交易，我出30000银元，买他手里的一枚佛祖舍利，可是这枚舍利不见了。如果您能帮我寻得，我愿以40000银元的价格作为酬谢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不过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燕军知道。当然。钱呢？大人，嗯，佛说万事皆有因果报应，不知道您相不相信？神鬼之说本属无忌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嗯，譬如说沙蝎子纵横沙漠一世，最后却死在沙海里；再譬如您城府如此之深，却因为一只火鸡露出破绽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2个月前，有一对忠肝义胆的好汉，在陆大侠的带领下远赴西北保护国宝，却在铁门惨遭毒手，无一幸存。你说什么？我奉命调查这起凶案。你奉命？是奉谁之命？北洋政府吗？不是。我所奉命的这个人，乃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。他老人家不仅运筹帷幄，一心归附山河，更悲天悯怀，兼济万物苍生。疾风，你是虎王派来的？你知道疾风？我当然知道疾风。疾风手下能人异士辈出，尤其是四大天王，一旦出手，无往不利。在下排行老四。老小兼风，
难怪我栽在你的手上。大人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现在您相信了吧？走。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明天我会去府上拜访你叔叔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叔叔，你好糊涂啊！你，不错，是我做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士兵连正常的军饷都拿不到，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的克扣，那大群腐败的官僚搜刮民脂民膏不够，还有喝冰血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国家，我问心无愧。你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，让这么多国宝流失海外，难道你就不知悔改吗？苏探长，照顾好你的叔叔。舍利呢？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在这个动乱的年代，即使把他带回去，我们也没有能力保护好他。他从土里来，还是回到土里去吧。等到有一天，当我们有一个强大文明的祖国时，也就是他重见光明之日。我相信，一定会有这一天的。